这个雕像呢，我去印尼乡下花了在十几个小时。我问过当地的人，这个是他们家里的守护神，回来都对用不到。啊，去那边看，对，那边摆掉。对啊，等一下录完你要记得拿走了。对啊，在这里丢。我去了巴厘岛，就一定要买这个。哎呦，这个可爱，我还买了草鞋。台湾人草鞋是上手孝子孝女要穿的，长辈。走的时候，今天晚上10点，新大跟班。